今天是7月31号，七月的最后一天，所有的野樱梅都变成黑紫色了，可以采收了，也可以做酒、做果酱、做好多东西了。新的 Roseberry 滋滋发的也开始结果实，也开始红了。这些都是今年新从地里面发的新枝。雄黄花现在是开的，到处都是雄黄花，雄黄花。自己设计、自己施工就是这点好处。当时我们建这个房子的时候，就本来这一块这个门这块是一直延过来的，要大好多。可是当时坐到这儿的时候，当时我就站在这个地方，哎呀，我一看这棵芭蕉太漂亮了，在这儿。后来我就改了，把这一块原来说要再建一个墙的，我就不建了。就在这安了一个门儿，这样呢，本身进这间房子也可以有两个门儿，也可以从那个门儿进这个门儿出，也可以从这个门儿进那个门儿出，就很方便。再加上呢，从这儿一站在这儿一看，这一大丛芭蕉，哇，太棒了！而且我后来又在这儿安了2把椅子，这样我们就可以坐在这儿。夏天的时候，这块就感觉到非常凉快。南瓜也开始爬上房顶了，也开始开花了。